没有啦，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去弄东西了。大家早安。早安，早安。我想说，哇，好的，自己好像也在下班一样。怎么那么困呢、啊？你知道，我其实7点半的闹钟有叫醒我，然后我坐在电脑桌上面撑了1分钟，我就说啊，不行不行，我真的开不了台，我就倒回去了。我本来想说啊，不然我开台去睡觉。HTT。再给我2分钟，起得来哦，应该啦。我一直在床上躺着，就说怎么办？我是开台迟到了，开台迟到了，又睡睡睡，我以为我睡到又睡到12点，然后惊醒起来，要8点半，我赶快跳起来开台。重新体验一位先祖记忆，大小，然后看一下哦，收集30个烛光，在床上冥想，床上冥想哦，还不错。哦，干，今天是木土哦。Hello，嗨，好啊，睡觉。哈，啊哈。哎，今天光遇送火的那个切换速度是不是变快了？就点 ID，然后人跳出来的画面是不是有变快？还是我现在还在做梦？安安，等我一下，我光遇的火回一回，我就开始，大概3到10分钟内可以完成。就是你要点开每一位好友，然后戳他头上的那个蜡烛，把你的心意赠送给对方，跟对方说：“我还活着哦，我还有在玩光遇哦。”然后记得把火还给回送火回来哦。不过有些朋友真的都退坑了，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玩，还是他只是不想回我火而已。我不知道。哈哈哈哈哈！你讲的吗？好有趣哦，死磕死磕。是可以呢。
今天可以买披风了吗？樱花披风是今天卖吗？如果看到有个好像平时没有樱花披风的，突然带着樱花披风。艾利恩是今天吗？好像不是诶，可是就只有他。哎呦，那颗痘痘变好大颗哦，我好难过哦。发发真的有不？啊，他兔群那边就听到了一大堆无为不为啊。好了，我送好了，我送好了。感觉不是今天呢、啊，一堆人也没有带。啊，白痴，我去拿乐器。今天什么？今天是爱慕之日吗？不是吧？因为看我是看到一个人，他平时没有樱花披风，然后怎么看他突然带着樱花披风，吓死我！我想不对呀、啊。如果真的有的话，那是不是一大堆人会带啊？欸，你今天上线，你要不要带我啊？好了，弄好了。哇！啊！来了，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蚊子早安。来打哈欠，一起分享。嗨，夏曦，有想我吗？啊，好困，看还有谁哦？动。感觉这只可以很快欸，好，那就大尾迪啦，去抓一只现成的，抓一只现成的大尾迪。怎么会没有歌啊？哥。还是我用我那只黄金色的大尾，好像可以呢。啊，不行，还是要补多。白痴，看屁呀！还有你，看什么？进来啊，夏曦，进来。刚睡饱吗？没有，是刚睡醒，没有饱。请正，请说对。只有醒，没有饱，没有饱啊，不是啦，没有醒。我看一下哦，捕获25次，哇靠！捕获25次。辣梨也算呢，要不要进来？
来吃饲料。没有啦。你让我丢脸。好了。哎，这边我应该去另外一张地图抓的哎。去另外一张地图，我讲话好卡哦。看一下哦。啊，按错。三只，一，二，三，回家，回家。会开到什么时候？理论上是12点。理论上啊，如果真的会让我睡觉开台的话，那我就不好说，可能隔天的白天呢。看课题解的怎样吧，至少三个吧。是，那这边有很多大尾鲤。你是志源白痴，改那什么名字啦哦？有病哦你们！那才是谁？我都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谁，我在 Loli 台，然后就一大堆人要 Loli 骂他嘛，骂他就算了，还是要用骂他本名，你知道吗？快笑死了！快骂我骂我，然后不是骂我的名字，是骂我本名。
你会不会玩着玩着就睡着了？不会耶，我之前吃安眠药开台也没有玩着睡着啊。我就说不行了，不行了，画面好晕，好晕，好晕，那就去睡了。Green。我听起来就好痛，天哪！还行啦，只是脸上的痘痘让我有点不爽而已。The whole new world。我要看着看着睡着了，你哦，你要睡着？是，我眼睛张开了，是这张皮包为什么给我闭起来？等一下，我去开眼。嗯，为什么你那么凶哈？眼睛张开。好了，我拿胶带粘住了。Unbelievable star。哎呦呀！The whole new world。阿兵在哦，派阿兵。有吗？哦，有看到了。蔡阿兵为什么要偷看？哎、欸，不是哎、欸，你区区的大尾狸给我进来哦。啊，天安安！你们可以叫我喵儿，我不要，我不要，你们这是改名字的，我要气死了。我声音听起来快睡着，没有刚起床，有没有很心疼啊？感觉这声音是跟我之前在 FB 直播一样。看来我今天社会卷卷二，啊，看来我的社会卷卷二还不想出来，已经连锁四十了。你玩真传呢？要是无耻，我手痒痒的，等一下。不对不对，大压力，冰崩冰崩。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声音有点大。打喷嚏，哎，好痛！我好像耳机上了，怎么办？耳机上次的打喷嚏，哎呦！
现成的、啊，阿奈这水边没有大尾鲤，怎么有大尾鲤？你看。啊，什么也没有什么做，啊，这边就时空歪曲。才抓几只宝可梦而已，又给我这边歪曲，歪曲扭巴，啊，很好笑、哦，很好笑、哦，很幽默 哦。哦这是我刚刚想的，哈哈哈哈！啊、你总算出来啦，帕奇利兹，等你等的好苦啊！问一下宝可梦哈，这里。没事啦，没事啦，各位不用担心好吗？我还有呼吸，还活着，不用紧张，不用紧张。累了真的会关台去睡觉的。Unbelievable.我们先去遗迹看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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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你帮我扭曲一只大剑鬼头目出来了，可以啊。头目的话，我还可以给啊。啊！等下，他头目是在冰原呢，北西哦，《冰原历险记》。谁那么派，想跟我打架？哦、好爽哦！来来来，打架打架！啊，跌倒了！哇，可以进化了！
福来了，很幸运是女生。为什么是很幸运是个女生？然后说，感觉好像很不幸是个女孩。又是谁在偷看？我插头盖骨，还有头盖龙，但遇不到头盖龙，要不要借你啊？我那时候也是这两个化石是跟观众借的，不然真的完成不了。剩下那两只，那给我出那两个运气的宝可梦，有够气人的。哎，喵哈来了，是不是要出设围了啊？快把设围！没有哎、欸，好扯哦，我喵哈来还没有设围啊。盾甲船哦，那时候还再跑过去看。我今天声音好有磁性，哎、欸，我也觉得今天声音好像是感冒那种时候声音。哇，好听但很心疼的声音，这样子。啦啦啦啦，走，出发出发。发生歪曲了，冲啊！设为火球鼠来吧！啊，是火球鼠，不是设为，可恶！三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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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怎么那么大只？要喷了，要喷了！哎、欸，桃木火球鼠哎、欸，来，你进来，宝贝儿。中了中了中了！今天没有设围运吗？没有啊，喵哈每次进来我就挖，我不是挖到设围啊，我就刷到设围。我今天没有。啊，不对，我昨天都被他吸光了。你看，一个大量发生，出了三只，出了三个闪。HTT。有头目啊，御三家有头目啊！那你可能要等我课题想要解学员那边的东西，才有办法帮你。死！白痴哦、喔！我滚嘛！我就知道这边不属于我嘛！我小圈圈，安德里的东西。拜拜。
啊哈哈哈，不要啦。该消失了吧。打死你。怕好利息。夜巡人的色不是黄黄的吗？黄黄的。我那要多少级啊？哎，转过去。那气完就跑了。不是有东西，捡东西哦！等下。感谢各位，抓到一只头目火球鼠啊！赚到赚到，赚烂赚烂！都直接丢欸，对啊，不然要边打边抓哦，不可能啊，时间不，虽然时间会冻结，可这样比较快啊。哎呦花，安安。有你这次早点来了，没错过了。头目哎、欸、，HTT 头目哎、欸，看一下哦、喔，先摆里面。要不要进化、啊？不好不坏，不好不坏，嗯。加装太累，能抓到一大堆，而且还母的。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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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你很大，大大你最大啊！哇塞，我不想进化它，怎么这么多？很多什么？哎，安安，多什么东西？说宝可梦吗？还是箱子？你箱子每个都放一只，很快就这么大颗啦。哦，火球鼠、哦、就在这张啊，这张一直遇到啊。他手这样好可爱，他有短手啊，我就很觉得他鼻子可以很短啊，鼻子短短的比较可爱、啊。高追，高追，嗯，懂。火球鼠高追，我要干嘛？这也差太多，大只的啊。看，这还不是我的哦，这是观众跟观众借，观众跟他朋友借的，然后这才是我自己抓的。我的天哪，我真的遇不到哎。The whole new world， 动。
我想我的月亮一步要拉过来啊，这只。今天拿到赏符，全程靠自己。哎呦，好棒，棒棒！哎、欸，我等一下需要站立一下下，我肚子好痛，突然闹肚子痛，突然抽痛。I M， 嗯。早安，早安。我要打那个女人。我想怎么打？那课题是打他，卖照。哦不，他跑很快，不要警戒，不要跑。哦，是啦。你有抓到头目骆驼母、欸、我也有啊，我有两只，我那时候以为很稀有，就发现还蛮好出的、欸、可能很稀有啦，只是那时候运气比较好，一直遇到。就那时候想啊，我去骆驼母的图鉴，然后冲过去抓，就发现有，还叫的跟什么女孩一样，结果再过去看到又出了一只头目骆驼母。我现在补课题。今天在天之冠山刷了两小时才刷到全部化石。哎、欸，他那边真的好难出歪区哦。而且我半夜有去，对，今天早上半夜的时候有去那个去冰的那个地形。我本来想说帮 HTT 遇一下那个 BOSS 嘛，头目的那个水水塔。结果三只全都是巨钳螳螂，就是这么的无情。嗨阿香 ，Hello Hello。看见花瓣五六次，花瓣五很机车，它还会密死掉哎、欸。砰！哎，不行，打架、啊，有爬。
哦，原来不是一起出吗？每次都是一起出，不是哎、欸，他就是比如这张地图好了，这张地图的歪区会出多边兽嘛，那也有低几率出火球鼠，然后再更低几率出火焰鼠，再更低几率出。那个火爆兽，懂吗？进化阶段都是更低几率出的。然后那时候化石的话也是一样啊，化石就是，那边会出木木枭，然后两种化石，哎、欸，四种化石嘛，就进化型。然后木木枭有三种进化型。那也可能全都是出一样的东西给你，所以那时候课题补得蛮累的。你都没遇过第一阶的，这么衰，太野草。帕奇利斯树上掉下来的课题好难哦！所以我才会想说，哇，你说你全部靠自己，我觉得，然后你好厉害哦，就是你好幸运哦。想说怎么一只长得不太一样的臭鼬，臭鼬扑，不痛，完了。噔噔，拿到闪符之前已经莫名遇到野闪三次了。哦，我拿到之前我也不知道遇几次哎、欸，那时候真的很夸张。那上一代闪不好出，都弄到了这一代来。有，干什么干什么？人在叫，叫的那么难听啊！不是啦，课题啦。等一下，嗯，好好。我都是遇到没什么要的野闪啊，姆克，然后大维利、大雅利那种东西。哇，骨折！你在笑我？给我进来！
好，三只，拿去练等。看一下哦，捕获教众，看见岩崩，格斗招式打倒，格斗招式。古代的异色，现代道具中了。哦，对啊，可能就是我现在过度捕捞。因为这一代的很多宝可梦都是等级，你只要抓下去练一下就可以进化了。嘟嘟嘟。这是个大尾梨的大牙梨的动画啊，成为冠那个去参加联盟的那个大尾梨动画。后来仔细看它是色尾。我去弄个东西，弄一下哦。好冷哦，我要关一下帘，我要把帘子拉下。刚刚做了大三元的梦，而且现实啊，而且是实哦，而且实现，然后而且是现实，哦，那很棒啊，现实大三元，大三元。你知了，再去抓一下，多抓一些些。他这样会不会 让其他一些人误会说啊，色尾就比较强啊，这样子？那部动画啦，我嘎派赢啊！色尾就是比较强，你看他得到冠军了。耶，进化结束了，但是要看水流尾了。噔噔噔噔噔噔，有时间就能撸出来，不是这一代，这一代。因为这一代还没有全国图鉴的东西啊，不是吗？这代就只有目前喜翠的图鉴而已。
那洗翠发现宝可梦就是这么少。好，我们回家。我们不要瞎掰好吗？什么东西？然后看一下三，在这儿看到没有？晃晃的。好啦，那就带你啦。水流尾，然后回家。现在作息调正常了吗？等一下开到十二点啊，十二点去睡觉，应该下礼拜就正常了。你那边有设为海报球吗？没有，没呢，拍死啦。你可以去刷。好，对方说设备比较强。我的晚餐在隔壁耶，刚刚送过来的，分个档。大尾鲤，一的技能，水流尾，然后撞击，水之波动，睡觉，确定，来看一下课题哦，在这儿，哦，在这儿，看一下哦，咬住25次，嘴流尾25次，刚猛招式25次，我觉得弄完已经10:30了哎，赞哦，可以哦，这样把我们的人马叫出来，不然打大姐打太久。你还没吃晚餐，我说要8:30呢。刚刚本来是想说开台，然后先去吃晚饭，吃完再回来。结果走到客厅的时候忘了这件事情，然后就走回电脑桌了。哎，改天换我玩那个吸血鬼，因为我还没玩过。那个吸血鬼我到现在还没有碰过。那时候看雨月玩得很开心嘛，然后只是拿来挂着听台而已，没有去研究怎么玩。到时候再跟我说怎么玩，不用教我啊，跟我说怎么玩就好了。水流尾哦，水流尾打小虫子就好了。啊，魔友姐妹。安安 SCC， 你好你好，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米菲他居然不知道我
我很讨厌人家回收讯息这件事情。我想说，你知道我很讨厌人家回收讯息吗？他说我不知道哎。哦，我的天啊！水流也可以咬住哦。刚猛睡觉，欸、白痴哦、喔，睡觉不算哦、喔，哭啊！那我知道无情刚猛剑舞了。你真的在调作息吗？有啦，你问他们，我很努力在调哎、欸，我调到痘痘长出来了。我这么的努力，你感受不到吗？回收讯息感觉很没礼貌，看人呐、啊。我是觉得你在那边可能要故意闹人家，讲完之后回收那种情况，我觉得很白目，懂吗？比如说什么哈哈你是胖子，然后打完之后秒回收那种东西。我觉得很没礼貌，不是很没礼貌，很幼稚，很白目啊！一开始看是觉得还好，可是看到后面真的就是已经闹到已经成习惯了，都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才不想要在我的台上看到人家回收讯息，像别人的台吧，我今天看那个谁云月的台啊，很多的台，看人家回收讯息，我就好火大、哦。可是不能飞到边边的地方啊！啊，对啊，那再来就是打错字啊，可能打个什么想打个早安啊，结果啊想打个早，结果输入法没切好，切成 YL3 嘛，这个我觉得还好啊，那就只是。你打这个，大家有可能打错过啊，我觉得这还好啊。你再补个早就好了啊。又不是打个什么 YL3， 然后 Y， 然后 3L， 然后一直起板，你打个早就已经花了五六行这样子。那你干嘛不直接先好好打完再打，摆着啦再送出？我干，快没气了。干嘛不好好打完再送出这样？等一下，我的技能是咬碎吧，不是咬住哎、欸，刷存在感，爱不去地心了，咬碎哎、欸，那改个技能，刚猛，我觉得这样他真的好可爱哦、喔。爱水里，水流尾，看一下哦。习得招式咬住，咬碎，确定是。我刚才爬出来。哎、欸，不，等下要潜回去了，有意义吗？刚猛水流尾，水流尾，对啊，就是我那时候也是看一堆讯息，就想说，哦，十封未读讯息，打开来看，啊靠，要怎么回收？只剩下两个讯息。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看久真的是觉得很火大，然后最近才会在直播上面提一下，因为你看我没有提的话，你们是不是你们好好发现你聊天室是不是常常一大堆回收讯息，你们都会恶作剧去捉人家，然后去闹人家讲话。我想说啊，你有本事讲就不要回收讯息啊，
想到最好笑是早上那个真的太好笑了，他在那边说，早上好无聊，只好来看台了，只好来看你的台了，这样子。然后过大概十秒钟就说，他妈妈传打电话跟他说他爷爷过世了，然后哭的表情符号贴了十次，然后被机器人 ban 了，被机器人300秒、哦。刚刚不小心摔死，你死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我要过去笑你，我要当那个吉利蛋笑你。爱反白眼的安安，他不就要哭死？他哭死啊，给他哭啊！你死在哪？红莲湿地、泥炭台地。你的名字叫红莲湿地哦，死在泥炭台地吗？四十颗高级球分了，你叫什么名字？没事的，如果你在泥炭台地，应该很在营地附近，其实都会有人去捡。哎，你那个记得打开哦，你网络要打开哦。不然没有人捡得到你的东西哦。我看一下，欸，他有时候网络会自动关掉，欸，在搞什么？你看，又给我关掉了。还是因为那个主机要去设定啊？想说怎么最近又捡不到玩家的东西了？欸，这个要打开哦，还是要这个打开？若是没有网络连线，会在必要时，啊，这手动开好了。看看旧麻薯。那有没有新麻薯？对不起，要选一碗麻薯，你的手臂能不能去玩了？我想到那天达达骂倒台，骂到黄标，笑死！你们这些狗！兔死不，那是猪吧？讲一大堆，哇，又大真的好香哦。啊，打旧麻薯啊！不就如果真的现实有这个朋友，不是现实啊，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你们应该气死，乱源呢。鱼，不要跑！鱼，没打马斯良，我知道啦，我在乱呢。我两只水啦，小泉石。我打一打，你们觉得我不回去村庄，我们会再遇到社尾吗？就这样一直刷，社尾会出来吗？
骂人骂到黄标，他还是很厉害。他平时就没，他平时观看数没有说到很低，可是每次只要开了诱答出来，同阶都会标个四十。就跟他讲说这是流量密码了，常叫诱答出来啊，不要啊。我说他是财富密码哎，叫一下，很棒哎。然后诱答爱睡觉，不要吵他。啊，水啦水啦！等一下哦。啊，刚猛剑舞。不要观察了啦，对打，使劲的打。刚猛睡觉，好用力的睡觉。有诱打我基本都在，对，观台有诱打我基本也都在，能看的话我基本也都在。欸、不对，好像会数呢。哦不，今天开学了，对啊，没事啦，明天又放两天，没事，周休二日来喽。那如果以后上课都可以上一天休两天，你们是不是就不会翘课了？还是会翘啦。看，你只要翘掉这一天，你就可以连放四天假咯，就更吸引人了。睡觉要怎么用力？用力睡觉啊，怎么不会用力？我真想去高雄，可是疫情这样子。哦，每次想出远门都来疫情，我真的好烦哦。都要模拟考，一定要的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全部翘掉呵呵啊！欸、翘一天就放四天假、欸，翘两天放八天假、欸，翘到爆！麦困啊啦，起床哦！模拟考也能请吗？那模拟考而已啊，那个模拟考只是模拟考试而已。可是还是建议乖乖的念书啦。等我一下哦，我现在穿其实穿短袖，今天。今天我家好热，本想说去楼下睡觉。然后结果忘记我侄子在。啊、按错。北七。因为我侄子会哭，那导致我可能去楼下会更不好睡。繁星有什么读书秘诀吗？你怎么会我？我不喜欢念书呢。26个英文不会啊，等他们凑在一起，我就不会了、啊。对不对？简单的 L O V E 我还是会啦。
啊，我等一下去做一件事情，你们等一下帮我看一下。哎、欸，等一下帮我，我想整理一下未知图腾，等一下陪我一下。我可以换了、欸。我想从 A 到立牌一下，那谁看得懂未知图腾什么是什么啊？有让别人捡我的残骸吗？等一下好不好？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收到你的残骸讯息，遗失物通讯。然后这边看到，哦没有哦，这边没有一个叫麻薯的，这边没有麻薯的遗失物。你看得懂那么强，哈奇荔枝色为结果是公的，是不是很可惜？粉红色、白色搭在一起，就真的应该要女生的颜色啊！这么可爱，就是男孩子。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是很火大。来来来来来，我们来整理。哎，燕子在吗？燕子 ，Hello， 燕子。这东西是跟我哈哈哈，是我刚想到的哦。是 A 嘞 A 嘞 A 在哪？哎 ，A 第一个 A 我就找不到了。哎，哦 A 在这啦，白痴，移动。来 B， 这是 B 吧？我先摆。跟我讲 A B C D。嘻嘻嘻嘻嘻，雷蒙，你们再跟我讲第几排第几个就好了。E D E F G， 哎去。I， 欸 J 是哪一个啊？三之三，这个这是 C， 哦，很合理啦。好 ，A A B C D E F G H I J 是哪一个啊？不要跟我讲这个哦，真的是四之三，我会打人哦。好，先放四啊 ，I J K， 哎、欸，这我还喜欢，蛮喜欢这个，很像一只鱼哎。A B C， J K L L 这个吧 ，L M N O。真的是这个哦、喔！我先全部摆完，摆错跟我说。M N O， 啊干 P 嘞，是这个哦、喔。O P， 啊 Q 嘞，哎、欸、不对，这是这个哦、喔。我刚刚填的就是 J， 真的假的 ？I J K L M N O P， 你抓到啦、啊，对、啊、O P。等下 ，OP 这是 Q 吧？等等，现在有延迟，我现在很乱。等，我先摆完。OP Q， S P U V， 阿 V 又是什么 ？S P U V W
我开始歪理。好，哪个跟哪个错了？你贴给我了。暗问器耶，你贴哪里啊？依赖，你贴哪？我放完了，来来来来来，我们开始。Q 四五之三，一二三四五。哈，我放哪先去了 ？R 四四之三，一二三四一二三，这是 R， 这是 R。等一下 ，O P Q， 这个是 R 吗？这是在这边。等一下啦 ，M 你贴哪里啊 ？D C 吗？没有啊。哦，有了有了 ，DC 出来了 ，DC 出来了。哦，哎，有图看了，我要来骂人了。啊，这两个不对位置哦。哦 ，P， 他为什么多那一根？哦 ，P Q， 不是啊 ，P Q 啊，也太难认了吧。好了，没事的，大家应该是对的了。我是想要抓这个的色尾啦，就是眼睛眯起来的比较可爱。P， D， 哇，燕子，那我这一段拿来剪好了。你们看啊、哦，这个未知图腾啊，这是O P Q R S T U， 这是 U 嘛，对不对？好，先摆在这边。比如说，你看这个未知图腾缺了什么东西，对不对？应该那时候应该整理成这样子，就跟你们说，哎、欸，你们帮我看一下未知图腾缺了什么，这样子。比如说，燕子、阿香在吗？那个未知图腾缺了什么？对不对？然后我就说缺了一个你，好，换回来，移回来。没事没事没事、啊，要不要设为河豚？不用啦，缺了一个你。哎、欸，对我应该要把未知图腾给收起来，然后故意留那个空位，有没有？我缺了一个你。哎呀！看一下哦、喔，还差12次，刚猛还差7次，所以我们是未知图腾，没有啊，我忘记那时候一个单字叫什么，然后刚好中间的单字少了一个 U， 那就是说，那个你猜这个什么英文单字缺了什么？他说 U， 我说对，就缺了一个我，梦妖都是公的，哇！我那时候刷到樱花儿都是母的，好开心哦。没有炫耀啦，只是很开心而已。
那时候看到说繁星也是万磁王吗？然后看到那个磁是磁性的磁，我说好像是欸，我当万磁王也不错欸，很会吧？我就很努力在看那些撩人的东西啊。不是，我那时候也说过，你可以那个谁，你们聊天室的如果有想追女生，是限要限时哦，或是可以开视讯看的，你们就用那个那啥，你们就说，哎，你先问对方会弹响指吗？就是就这样用响指，对吧？然后你就说他会不会，就算他说会的话，你可以你就说我可以教你一个很特别的响指，然后他就很认真看你手的时候，对不对？你就这时候比一个爱心给他看，就是拇指跟食指那个爱心，你就这样比给他看啊，按错，白痴，没刚猛到。有没有这招？这招，这我觉得这招很屌哎、欸！搓钱没有啦，哎、欸，搓钱跟比心也差太多了吧。你比较喜欢未知图腾的吗？因为你对宝可梦有兴趣吧？还是下次我应该要做那个 I love you 这个 I L O V Y O 就这样子，然后对方又说你少了一个 U， 我说对，我就说对。我说少了一个 U， 我说对，我就是我只要回他对就好了。那你要讲些土味情话吗？什么东西？哪一个土味情话？我说 I love you。你很想听我撩人，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撩啦。欸，撩人也是很累的。那有些梗都弄完了，或是有些梗还没弄，弄到忘记了。食指大拇指弹响指，哇！我好像下次这样讲就好了欸。我说你有办法用食指跟大拇指弹响指吗？结果那边搓人就在搓钱呢，白痴欸。我说我要搓了，我要弹了，就在那边搓钱。啊！干！刚刚撩人，撩到有人跑去厕所，等下再撩一次，我等下撩他一次，你们等我一下，等这一波练完。我再来撩他一次，可恶！给我跑去厕所。你一直扔水沟，差点疯了。扔什么东西？宝可梦球。
我也很不喜欢，我也很不喜欢在水上抓宝可梦啊，气死！是谁我就不说了，不会是阿香就对了，阿香刚刚一直都在。没有击中，再不击中，把你换了。那如果他说他会用食指和拇指弹指呢？食指、拇指弹指，我就叫他示范给我看啊，有什么问题吗？我就叫他示范给你看，给我看。我说，那你示范给我看，这样子，我就看他搓那边搓钱。我说可是我的比较大声呢，然后就抽给他看。不行，我想用暴鲤龙，那个会最终的破坏时光。哦，你是说会突然180度转弯的破坏时光吗？好困哦，不行，我要撑住，撑到十二点后睡，应该作息就调回来，就可能下午睡个午觉，可是不能睡太久。四个对暴鲤龙的影是哪一个？四个暴鲤龙在那个吗？平清海岸吗？刚猛刚过头啦，因为我大量发生，哇，那你有得抓了欸。啦啦啦，刚上厕所的在不在？我要回去了哦。我怎么感觉我被稍稍的消费了？消费什么东西？谁消费你？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我看聊天室没人在消费你啊！啊，我刚刚也没有在消费你啊！你是不是有点对号入座啦、啊？差点摔手吧？那你要不要改用飞羽球啊？反正你就站远远的，慢慢瞄，慢慢丢啊。哦，那还好，我那些暴鲤龙大量发生，我都没有过去看欸，不然我应该也是丢手把的那一位吧。大概30颗进水里，没事。我那时候抓什么野蛮鲈鱼哦，还是什么？我也丢了不下百颗，好吗？忘记丢什么了啊？玛瑙水母那些啊，那时候补课题抓不到，已经把手把丢出去了，就在刚刚摔死的时候。啊、哦，好爽哦！不是只有我受伤，至少你们不是被拖下去的，好吗？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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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的心在淌血，你独挡啊！你应该有在村庄前独啊，不，营地那边独挡吧，啊，存档吧。哎，厕所那位，你在听台吗？你看哦，刚刚是在说这个啦。完了，他怎么又在这边？啊，你又张成痘疤，那个色色到底在不在啊？谁啊？秘密，他是个秘密。算了，他好像不在，睡觉。我喝一声干嘛？被床打哦、喔！孕育难安，没事啊，不是阿香就对了。阿香刚没去厕所。厕所是谁？厕所是？每个人都会去的地方啊，厕所是拿来上的，我咬到嘴巴好痛。嗯，更新判定改好。我觉得还好欸，你要嘛就真的是战斗打，要战斗抓。如果他这么那么好抓，真的都丢远远站着丢就好了啊。这样子很多大量发生主动怪，远远站着丢就好了、啊。不要觉得啦，我觉得还好、欸。他先把樱花儿的那个改掉才是重点。还是樱花宝，樱花儿。看一下哦、喔，还差两次。你看，变成一个鱼牌了。我是觉得他，我每次看到他掉这个都很像鱼牌。一个是帕奇利兹，又四攻的。哎呦，你也是万磁王吗？香。好，那个厕所回来了。有打算要全头目收集吗？神经病哦，没有。那么累干嘛？我玩得开心就好啦。欸，白痴是水流尾哦，我有咬住欸，靠。来。你看好，这是 A 嘛，然后这道力，
然后你算一下我缺的是什么，缺的这一个是什么ABCDEFG 嘛，然后到这边呢 OPQRST 这缺什么，来你打 IDC 跟我说，达克莱伊谢米有算图鉴吗？没有，不算，毕竟那两只是要那个要珍珠钻石才能那个拿到的，所以它不算是全图鉴。等等，再一次，干，不是你自己算哦，英文你不好吗？这是 A， 然后这个是 D， 你从左至右开始念，少了什么？不是你英文，你英文应该 不差吧？隐藏角色好好奇是谁啊？艾兰兰，没有，刚刚我在聊天室都打过一轮了，就发现他不在，要气死！对，少了一个我，好喂，少了一个我。啊，去补图鉴。不是，我是指水流尾哦。他去点我，他送我点点点点。我下次试试看，雨恋如果在聊天室的话，我拿来撩他看会不会。那、啊、你是刚下班的吗，蓝蓝？他有回吗？我看他回我几个点哦、喔，一二三四五六，他回我七个点，代表什么？七七七七七七，代表现在是七点吗？不，他应该回我十个点啊。你今天休息？哦，你今天休息？那我今天怎么开台没看到你？哎、欸，结束了啊！结束了，没遇到色尾，可喜可乐。好了，存进去。色尾。往这里。你跑去台北，好、哦，反正没跟我讲。你看，跑台北没跟我说，连我都没有说了啊！算了算了算了，干嘛跑去找黑羽哦？还是找哈基他们？我们失宠了，没事没事，爱会消失，这个我一直很相信，好吗？行程太多了啊，可以讲啊，啊是不会讲吗？嘴巴长在脸上，你看他现在是在转移话题，敷衍我们，他每次都这样子。做错事情或是怎样很难开口，都喜欢用敷衍的过。啊，每次问他什么都不讲。塑料友谊一直都是啊，爱什么假的？看一下、喔，让他进化两次，没爱了，没爱了，对，没爱了。
什么可爱什么的，没了没了没了。抓两只小猫怪，快下棋！你去办贷款哦。好，对不起，这个我就相信了。为什么跑台北办贷款呢、啊？台北有什么特别的贷款吗、啊？比较香啊。不要生气啦！哎呦，一个流氓脸好意思说这种话，我今天本来要出门买拉面吃，但后来想想算了，不买了。因为附近找不到车位，因为户籍地关系，你跑了两次，超麻烦。哦，你说你上次哦？酷欸，我们去找谁打咧？好啦，哈比兽。哎、欸，阿兵，你什么时候会那个啊？你什么时候开学啊？这样，那阿兵，我约你出来，你会出来吗？不会。哎、欸，很扯哎、欸，小林跟于娜他们出来没有揪，来淡水也不揪，就突然我在忙忙到一半的时候，小林直接密我。他那时候超没礼貌的问哦、喔，他说：“哎、欸，还有哪里可以？哪里还有哪里可以玩？快啦！”他这样子快哦、喔，我就干，我那时候就很忙。他说：“哎、欸，你放尊重哦、喔，你先搞清楚你现在到底是干嘛。”然后我就凶的回他，我说：“你先搞清楚状况哦，你凭什么要凶我？还是口气好一点？”情人节。我说下礼拜哦，哇！完蛋，那天不是情人节，那天是某人的生日。那天是某人的生日。大家拜拜，好，拜拜。对啊，下一站小猫怪，好几站啊，不，我把它放在仓库里面了。这是怎么那么肥啊 ？Hi girl， 哦，原来是 The Boss 哦，白痴哦。你才肥，说我肥。今天还没遇到野闪，克雷瑟利亚。看看这伤害、欸，想到早上有个那个在跟我凹说他打不过竹那个竹篮啊，忘罗，然后跟他讲说带克雷瑟利亚，跟我讲说克雷瑟利亚被那个其他蒂娜克，说靠腰哦，哎前面六只没被克啊。他就跟我讲有的没的，我真要气死了。他不是，他已经把方法跟他说了，他居然跟我讲说被其他蒂娜克。我说
欸，我的克雷瑟利亚穿了七只欸，你想一下呢？今天不是有遇到皮卡丘野闪？我说这一次开台啊。那早下午开台是因为有人那个谁下马克就会抖内说，今天会看到野闪吗？然后十分钟后就遇到了。长毛猪色尾好丑，是象牙猪吧？长毛猪色尾是金色的哎、欸，金毛猪哎、欸，你是记错只了？觉得金毛猪蛮好看的啊，象牙猪是绿色的啊。你不喜欢金色的哦、喔？那你看到可达鸭，看到色尾的小犬齿，你是看到都很丑。海蜜蜂，耶、yeah ！助理跑出来40只完成。今晚可以看到野闪吗？不是靠腰哦、喔。我跟你讲，它不是30块，它是150。哎，它300块。没有啦，没有啦。我尽量刷好不好？没有刷到不关台。个头啊！哎，我还没吃晚餐，我要去吃晚餐了。白痴哦！干，我以为又出来了。我怎么脏话这么多？鸡蛋，等等我！我不跑。你的克雷也一穿七，哎、欸，我在，而且我那时候克雷瑟利亚是奋斗值全九，哎，没有十，哎，我想说如果全十的话，再加上我给他吃 PP 提升剂，我真的有机会一穿八，哎，因为那时候没有给他吃平野果，比较可惜哦、喔，我觉得他吃了应该就赢了，哎。哎、欸，两次抖内都被说霸气。哎、欸，哪一次？十次抖内，我又不是说你啊。一堆观众抖给我，我也是妈白八八的白七八八七啊。哎、欸，老菊，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骂你八七吗？你看，我对你始终如一耶。这是什么？吸取拳？居然撩老居，啊不撩他，他不给我钱怎么办？为什么抖内我被骂八七？没有，就可能刚好在做事情，或是在可能找色尾，就被这个音效吓到。因为老居那时候两次都是刚好可能想要努力找色尾吧。在很努力在听有没有色尾的声音的时候，刚好躲下来。你对我是恐慌啊？啊，你死是恐慌？有了有了呀，有其他玩家的尸体了，尸体。
干嘛？想被抖内骂八七哦？不要啦。看到进化次数，咬住雷电牙，那晚点来用这个好了。我们吃饭，来放这两只猫出来玩。啊，那应该放四维的出来、欸。我差不多。好吵、喔，想一下哦、喔。那我们练色尾的好。那、啊、我们先吃饭。猫咪睡觉，叫你睡觉。安安可以加好友吗？没办法哎、欸，我不像一些大台的可以加观众。先睡晚安，好，瑶瑶晚安。我吃个饭。你没有说大台会加人的，就是我还是要有，毕竟 Switch 这个东西有时候很没隐私。你看，感觉算没差，半夜哦，可以看到教主在玩游戏了，吃什么晚餐啊？吃饭。好了，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有饭，有菜，有肉，有蛋花汤，还有蛋。是好料的，其实也还好了。不过中午吃锅贴，因为我平常都吃15颗，我不知道是它味道变了还是怎样，就今天吃的有点怪怪的。无神是不是丢球就会抓到？这一代的神兽。就是好抓，剧情需要啊，你打死他，他还会复活让你抓，就代表说，他就是会让你抓到的，剧情要的神兽都很好抓。炼真传也是啊，炼真传的神兽有一只就是，那谁？就在江之柱上面遇到的那个啊，帕路奇啊，啊不是一球抓到吗？啊其实他就剧情需要，后面还是会出来啊。你知道我把身上的宝可梦丢出来会聊天，我知道啊。那时候他们群聚在那边聊天，我觉得太吵了，我叫他们去睡觉。我还放位置突然出来聊天过，哎，门叮叮叮吵死了。
我怎么还不睡啊？晚上的哎、欸。我要给你这个。我只能用一只手打字，好累哦。那我们挑一下哈，反正要吃饭呢，都放黄黄的出来好了。来，咱们黄色大联盟。不是聊天的，聊天的，聊天的。哦，对，你怎么知道这个也会有彩蛋吗？我们过去炫耀一下下。哇，好黄好黄！哦不，怎么在下雨？刚刚看到一张图你们知道吉娃娃的眼睛不都凸出来吗？然后那一张图是我的眼睛跑出来只是为了多看你一点点，我多看你一点白吉娃娃我要把这张图存起来，天哪，这张图好棒哦。嗨，灿灿，你的发色很好看哦。为什么不能直接存图啊？另存图片。我现在在吃饭。一排黄的，对啊，等之后吧，看看刷到粉色帕奇粒子，我再把那些粉粉红红的拉出来玩。金色气球最好看，
还是你们不想看吉娃娃了？吉娃娃，我放这边好了。这是什么？好啦，这个就是燕子船的啦，我直接讲出来。当燕子传的这张图给我看，这张可以给团团看、欸，你知道啊？其实之前团团有一瞬间突然觉得吉娃娃很可爱，他那时候就是看久了，觉得吉娃娃觉得其实还好，然后他觉得说其实吉娃娃好像不会太难看的，然后下一秒又传一个吉娃娃超凶狠的脸，然后说不行，吉娃娃不行的。能不能放一排彩虹？我才六个颜色，有啊。那我挑一下。哎，我其实觉得吉娃娃应该也是基因改造出来的、欸，不是基因改造，就是基因配出来的产物。就其实怎么会有这么小只的狗？然后你知道吗？完全没有那种生存能力，因为毕竟狗是狼那个嘛，驯服后的东西呀、啊。可是这么小只的狼。怎么可能会有？他们应该就是天生基因缺陷，然后慢慢就运出来的，然后才有吉娃娃这个东西。你看，头那么大颗，眼睛那么大，这个比例就不太对啊！而且整天叫来叫去，就只在吸引那些捕食者来抓它、打它、咬它的、啊。你也觉得香菜是外来物种，对吧？就像有些人的基因是怕蟑螂，有些人不怕蟑螂一样啊。像我们这些不怕蟑螂的，就是要消灭蟑螂嘛。啊，那些不怕香菜的，就是要消灭香菜啊。欸，这大舌头的颜色真的是蛮好看的。我们都来放绿色吧，妈最丑的颜色。原生物种，可是它只是在生物上很不适合这个世界，它只是为了让人类讨拍养才诞生的而已啊！那有好丑、喔，这是原谅战队。
等它进化吧，等这只大嘴蝠进化就要把它归类在粉粉的那个。粉粉，这两只会打架吗？还小。那你们两个聊天，然后你们两个聊天。太近了，太近了！哎呦，要啊啊啊啊啊啊啊！争取交配权，来、啊、咬起来，咬起来了！你快跑，快跑！啊！可是在那边聊这个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喜欢吉娃娃？你就不怕说你聊的过程中可能会得罪到你身边的朋友吗？懂吗？就是一直过度表达自己的看法意见，那你可能会在无形中伤害到身边的人。所以很多人的留言我都有些人在那边讨拍文，还是一些负面文章，或在抱怨某个人么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其实欸、也不会想点赞啊，也不会想什么 做任何东西啊，就看过就走了。因为你如果留言过多的话啊，如果那个人当事者看到，就是你朋友就在说他，然后看到底下留言跟着在附和那个人，那是不是多重重伤吗？就比如说我在抱怨蓝蓝好了，只是我就打个什么 L 小姐什么之类的啊，受够你很久之类的，然后可能像阿兵啊在下面留言，鸽子也在下面跟着留言说，你就不要跟他好啦什么，可能他讲一大堆。那如果懒懒看到他，是不是更难过？对不对？我那时候就其实有被这样对待过啊，那时候就有人在抱怨我的事情，然后他没有锁我，然后那时候 FB 滑到那一则讯息的时候，我看到下面的一大堆人在骂我，没有，因为那时候那些人都不知道我那个在骂的是我，然后就是看就很明显在讲我，然后有些不懂的人就跟着留，然后就留言，留言就留一大堆，我就很不爽。这件事情是准备踏入实况界的时候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宣称说我不是实况主嘛，啊，那时候确实还不是啊。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一大，所以就是自从那次之后，就是看到 FB 上只要有人在抱怨，一些关于人的事情那些，我都不会，我都会给正那个啦，就不会是说像。你就不要理他，删他好友这种话我不会理他，我还是会留言，但是不会说，站在他的那个那一方，会比较站在那个中间立场，然后可能要他想一下还是什么的。然后最好笑的是，我那则留言也被删掉，哈哈。之前有看到的人，因为他觉得我不是站在他那一边的，他觉得我是站在另外一边的，就把我留言删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意见也没问题吧？没问题呀、啊，啊，只是我就是不会去留啊。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少说一些话真的比较好，你知道吗？就是。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那学到的本领就是少说少说少错。哎，那个老人想那个什么，那种杂谈不是杂谈，那什么那种怎么讲啊，就是过来的经验啊，经验谈。不是当事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真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锁我啊，
而且那时候 FB 已经有锁人的功能了、欸，都已经有那种什么点头之交了、欸，挚友点头之交，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我最好笑的是，我之前，因为我之前 FB 真的，很早很早以前啊 ，FB 真的都没有在 po 文的，然后就有人在那边问说，问另外一个人说，繁星他是不是封锁我，还是设了什么点头之交啊？为什么我都看不到他的 po 文呢、啊？然后说没有啊，他是真的没有 po 文啊。我那时候最后一则，那时候啦，最后一则讯息我记得是三个月前的事情，那完全都没有在 po 文。那就被他说我是被封锁了。你在说他哦？对，我在说他。你看，我是很记仇。我这个人很记仇哈。哎呦喂啊！豆子安安啊，豆子，我也来撩你一下好了，豆子豆子，在聊天是喜欢被我撩的，就豆子、鱼恋嘛，还有谁？豆子，你英文好吗？不好没关系 ，A 到力你总会吧。来来来，跟你说个东西。因为我英文不太好，你可以帮我解答一下，我缺的这个单字是什么吗？这个是 A， 然后这是 B， 然后这个是 D， 所以从 A 到 D，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好像有点吃不下了，我等一下暂离个三分钟吧，顺便洗手。U 吗？对，你缺少的就是我。对不起，抱歉。没错，你就是缺少了我。看一下哦。你挂号打太多了啦，开心也不要这样子啊！你看，怎么撩了一下就在那边乱洗板？哎呦，设为放哪里啊？哦，这里。来挂台，好。我要干嘛？哦，拿回来。脸红爆炸，真的假的？这招你有用吗？那我们稍早还有聊另外的东西，你要听吗？就是，可是这个要开视讯才好玩啊！算了算了算了，这个我用讲的就好了。就是，他睡着了。就是，你们会弹响指吗？对不对？啊，那时候已经稍早有聊过了啦。就是弹响指不是中指跟拇指吗？然后我有办法用食指跟拇指弹响指，没有，原本不是这个版本啊，这个是观众讲了之后，我觉得修改这个比较好。我说可以用食指跟拇指弹响指哦，然后弹一弹，他说怎么弹没有声音，你就比给他看，
又比那个拇指跟食指的爱心给他看。我那时候拿来玩，哦，我没有，那时候也是也有在那个哪里，我们交换礼物那一天，就是跨年前交换礼物那一次，我有对那个小雨跟 Moco 妈妈用过，我就说，你看哦，我会弹响指哦，然后弹到后面，我就比一个爱心给他们看，然后妈妈就很害羞，那边狂笑。累了，赶快睡啊！我那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招，可是那一招真的要见面面对面用比较好用，比较好玩。那一招有点霸道总裁。像这个我就不敢对发法用了啊。因为其实跟发法没有到真的熟到可以这样子开玩笑，像我这种东西就只会跟真的比较熟的人玩啊。我有对哈基用过，因为我那时候跟哈基说：“欸，哈基，你要不要拍个片？”然后这样对哈基用，哈基那时候是笑得很开心。我说：“快快快，你去拍片，去跟团团这样子拍。”他说：“不要，很害羞。”我那时候是说眉毛跟下巴的距离那个东西之后如果后面有露脸的话提醒我，这样对你们用，就是你们知道眉毛跟下巴如果宽度一样的话表示你是帅哥或美女吗？那个东西我简单讲一下，好，我用画的，这个真的要开视讯才好玩。但是我不想开视讯，不好意思了。等我一下，我清一下桌子。季害羞了，对啊，他应该忘记这件事情了啦。现在记忆都不见了，就是，哎，好久没画画了，是。就是正常人的眉毛，对不对？然后我用一个，就是人的眉毛，像我那时候不是有说人的比例嘛？就是你的手臂，就是手腕跟手肘的手臂的距离。等于你脚掌的距离吗？然后像这个也是，这就是眉毛跟就是你下巴这里，怎么说呢？就是下巴跟脖子这个位置，如果它的宽度是一样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就是眉毛，你们可以用手比，就是，这时候好像开台，那时候开台有聊过，就是靠腰啊，等一下啊，对不起，新增一个图片。好，老居晚安，看一下这边。不是手指要，你要拿手指量哦，用手指量比较准。就是那个，眉毛嘛，对不对？眉毛的位置，然后你们就是用手指，然后量这个的时候，然后当你们移到下巴这边的时候，那记得露出一个微笑哦。就是，好，顺序是这样子的，你要跟对方说，欸，你知道。眉毛跟下巴的距离，那个眉毛跟下巴的宽度，如果是一样的话，表示你是帅哥美女。然后对方就说，他就会跟着量，对不对？你就说啊，你错了错了，是要这样子。然后移到下巴的时候，然后记得要笑一个哦。
所以我那时候就这样子对哈基用，哈基就骂我神经病白痴哦、喔。因为那时候哈基就是开私讯，我说哎、欸、哈基还来私讯一下，我说怎么了？然后你说，因为那时候我传影片给他看，他说现在没空，那不然我私讯给你看。然后他就跟着照比，我说哎、欸，你看哦，眉毛跟下巴如果一样宽的话是帅哥哦。他就很认真在弄，我说不是，你弄错，就是要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害羞，骂我白痴。只有可能我做得出来，没有。哦，这个我，所以我说这个真的要开视讯玩比较好玩，懂了吗？学会了吗？不对，没错啊，眉毛跟下巴的距离。你们刚刚是不是真的以为这个是人知识啊？就是眉毛跟下巴，因为之前真的有教你们说手吗？就是手，其实有画画或是人体的都知道手臂这个宽度，然后跟你的脚掌其实是一样宽的，所以手越长的人，他的脚底越长。现在可以试试看啊，这个是真的啦。偶尔开一下视讯，我不要。来，你们现在脚放在手臂上啊。欸，我忘记那时候还讲一大堆什么东西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东西是那个嘛，我一直觉得这个我很相信啊，就是砍柴应该就是了啦。不是眉毛宽度啊，砍柴的话是。就是你们比个一嘛，然后就是手指到下巴，如果碰不到嘴唇的话，就真的是帅哥美女。这个就是。就是鼻尖到下巴，如果是碰不到嘴唇的情况下，是帅哥美女。这个的话，我观察啦，就是我其实都有时候会在路上看一些，当时没戴口罩啊，当时都会去看，注意就是那个为什么人家喜欢隆鼻子还是什么的，就是鼻子挺的话，真的比较好看。然后那时候也有人有个说个理论，那这只角色怎么办？那这只角色怎么办？他超长的欸，你碰得到嘴巴吗？哇，我不管，你碰不到。好啦，有无聊人试试到现在这边啦，我们切回来吧。因为其实我没有侧面看过你啊，那时候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是戴口罩，然后等脱掉口罩的时候是在那个蔡大家吃东西的时候。没有机会看你哦，好有趣，就蛮多的啊。我忘了之前分享更多。哎，我站了一个五分钟，因为等下吃鱼的话，我手会脏。啊，手脏又不能碰东西。我去，我等下吃鱼顺便洗手。晚点见，不晚点见，待会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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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我鼻子不挺，哇，我也不挺，哎，天哪、啊！
啊！我们家的鼻子都很塌，所以我才会说我想要整形，要整第一个要整鼻子。好，我先站你一下。
我回来了，回来了，抱歉。好，我们开工。一旦应该，怎么这个？要去捡东西，捡回收。返回 ，Hello。歪曲，冲啊！应该也没什么好抓了吧？牛拉我又马牛拉我再抓。谁啦？臭熊，滚！不是不是不是，没有要飞，没有要飞。嗯，这么少吗？没关系，哦，好小只的纽拉哦，好迷你哦，这是抓回家好了啦。哎，它好小只哦，小只嘛，而且母的，你们都知道了。没有集中库欸，好中了，蛤蛤什么？你懂吧？你应该懂的啊。哦、oh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这只有点大、啊。哎呀，小猫猫，你看这只是公的，你看它是不是比较大只？第一步的声音，你好，找一下，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哎呦！耶，一步呗。看一下他哦，以火系打倒次数，等下我怎么不会切东西了？我曾经被比我矮不小的妹子说我是小只啊！哇塞，哎、欸，等下抓回家比较一下，对，他比较大只。这是比较大啊，干嘛啦？哎呦，害羞啦！我记得他们会借过啊，对对对，哎呦，害羞咯。
等下回家比大小。哎、欸，不是，我好像带错只了、欸，哎。我应该要带小猫怪，有带乐克猫了。他死了，救他！他睡着了。这么刺激的时候睡着，懂睡哦。你是母的吗？公的哎、欸，你是公的哎、欸，哇，没抓到，来看大小。我刚刚是想练这只啦，给它进化成那个魔猫。这只刚刚真的超小。不是啊，超小欸，对不对？我的眼光不错吧？很棒吧？Can you feel the love?Tonight， 我看一下它的大小、哦，查看能力 0.77 0.77，我抓了两只小的哎、欸，哦，我怎么那么会抓啊？我要被抓了哎、欸，哎、欸，真不愧是我哎、欸，真的只有我懂我，讲屁话。好了，存档，我们开始解完大猫怪的任务，我们就去抓大量发生补课题吧。首先，先让它进化。生了吧，都过那么久了，没有。看来我们要回家一趟了。我要回家。
嘴巴有血的味道。就说连我的血都是甜的。啊！那养成存档好习惯，希望我画画的时候有这个好习惯。哎，我好常捡到这个日文的名字的人的东西哦。我说每次捡都是捡他的，哎，这是谁啊？我的好友吗？我是死在这里啊！打喷嚏。有吧？现在声音应该没有比刚刚开台那时候有磁性的啦。刚睡醒，鼻音比较重。好，如果要听那时候喵他说声音太有磁性的话，可以看一下往前拉到开头。那开头应该没有什么内容啦，因为那时候按下直播串流就人不在电脑桌前。繁星，为什么我的红莲已经满了74，可是还没盖章啊？什么意思？你是说图鉴吗？可是我的图鉴红莲是75，哎，对不对？你要不要想一下？你 是少了一只？你应该还有一只没遇到啊？满了才会盖章啊？你想一下哦。卷炼云应该是哦，你抓卷炼云了吗？哇，阿香你好强哦！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噔噔噔噔，哇！你要你要谢谢阿香。一句话就行了。快跑快跑快跑。顺便打，哇哇哇哇哇哇哇！逆鳞逆鳞，一直逆鳞，一直爽。进化了没？好，好，开始练它了。
所以我们要回家了。欸，有时候切画面听到这个声音啊，我感觉都是场上所有 BOSS 的叫声欸。因为有时候听到伊布在叫，不然就是那个什么音箱帅在叫，猜的啦。这弹清不完，好烦哦，老人。没存档，等一下哦。至少确定，等一下十二点后一定睡得着。看一下哦，猫怪咬住雷电牙，咬住雷电牙，咬住雷电牙，习得招式，咬住有雷电牙有，不对，是十万伏特，就怕。当时小猫怪应该是最早最早最早小猫怪系列啦，应该是最早那个完成课题的才对，因为那时候已经都弄好了，只差一些些雷电牙跟咬住而已。好，决定，没事。哦，要四十哦，我看错了啊，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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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给我自动锁旁边。以为25吗？没有，上下看错了。我以为雷电牙是25，咬住才是40。
我很烦了。我晚上啊，张毅晚上好。啊，我既然带这只在练等的话，我应该喊说新手上路多多包涵之类的，那赶快把我队伍里面的东西都调低，神兽通通收起来。白痴哦，演狮子王哦，下来啦。有了，遇到了，鸟鸟，耶！再不出来就要关台了，就不会达成啊！每次开台一只闪了，对，打鲤鱼王，鲤鱼王，鲤鱼王，然后后来啊，我原本是很喜欢那种。嘞，有什么讲？那时候本来喜欢就是偏冷色系的嘛，就是红色，就淡，就反正就是淡那马卡龙色系啊。那后面真的要选的话，应该也是选刚刚那个母科鸟的颜色吧，就淡淡的咖啡色，就大地色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发现其实这个颜色看起来是很舒服，所以我那时候的我的线稿的颜色都是偏咖啡色，就让我的图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些。刷哪只色尾？我没有在刷色尾，我有在刷课题。拜拜，上来多。不是啦。
习得招式，打宝可梦找画画灵感，你吗？加油！希望你找得回那个酷东西。十万伏特，这种雨打在身上我会很不爽。好像解完这个就差不多该睡了。天气是随机生成吗？对啊，你可以用睡觉来挑啊，你想要什么天气你可以用睡觉来选，可以跟老天爷说你今天想要什么，他不一定会理你，但他会听到。借了一堆课题没有存档，结果游戏发生错误，直接强制我关掉。下午五点解到现在不，你，哇，你怎么敢啊？你借了什么东西啊？下午五点解到现在的，干嘛不存档啊？你疯了哦！心好累，醉一下吧，醉醒再来玩。没事，你为什么不存档？你至少回到营地都存一次档吧。我是这样子啦，我是课题玩的差不多，然后回报任务，然后回报完顺便存档。你也太屌了吧！关掉自动存档不是给你这样子玩的、欸，没有。自动存档有自动存档的好处啊，关掉有关掉的好处啊。
因为有时候你自动存档打开的话，你有一些没有想要存档，就存档下去，又来不及了啊。我是休息一下下喔。那你中途都没有抓到什么色尾之类的让你存档吗？没这个习惯，那你就要多汲取一些教训啊。很多习惯都是教训出来的。像我也是记不起画画存档这个习惯啊。我每次画画，画完草稿，画完线稿，上完色，才发现说我忘记存档，然后都已经画了两个小时了，画了一两个小时的图没存档，要多恐怖吗？哇，那你那些图鉴，比如说你的那个。红莲师弟那边都没了哦，我讲屁话，对不起。你先关游戏睡觉吧，睡醒再来玩啊。不然现在玩是更累啊。如果你没这习惯，你还是把自动存档打开好了。你至少过地图，好，现在讲的是马后炮啦。你至少以后过地图回村庄或回营地就存一次档了。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之前也是想说啊，这次不会遇到色尾，就随便绕一下，结果就遇到了，就他跑掉了。然后我读档的时候发现我没有存到档，所以没看到我每次从村庄出地图后飞起来。飞起来马上下来，先存档再说。因为之前就是两次了吧，遇到色尾没有存到档，然后就想说不管怎样，就是先存档再说。你是课题只要解到十而已吗？好，拜拜拜拜，晚安晚安。课题解到十其实很快啊，只是你有些宝可梦不好抓，就比较困扰而已啊。这样，如果你是说波克击鼓啊，击败波克击鼓一次那个任务没有存到档，那就很难过啦。Potato， 你又来了 ，Hello， 你又来了。啊，你看，像我这个，解到一个段落就存个档啊，然后再给它进化。进化，无情断腰九二。嘟嘟嘟嘟。哇，轮情猫，轮情猫猫，存档。啊，捕获次数还有三次，打倒次数不用看。疯狂福特刚猛招式，好，我有吗？好了，它可以存起来了，我们带端妖酒出来玩。存起来。这里。耶、yeah, ！一家出来了。
我现在其实很呛。你先休息吧，先别玩了啦。疯狂扑克，等一下哦。啊，电光一闪。40次欸，这个明天再解好了啦，已经很晚了。天哪，有高哦。40次欸。我们先去解抓乐科猫3次。好吧，轮起猫3次。来看一下要去睡了，我也要去睡了。太多了吧，还有更多的好不好，你要不要看一下，来。这个更残忍，来看一下哦。电光一闪40次嘛，这个还好。但是看一下。迅疾70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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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0,70,70, 都是 70. 哦，一部家族会死了呢。1,2,3,4,6,7,8,8,7,56,560次。560次啊。所以这其实可以开一整个下舞台。我看我哪一天要面对他。再抓2只。3只，可怜啊。对啊，这挺可怜的啊，杠杠的，不咋的。哎呀，啊，哦不，跑掉了。长得可爱不这样搞啊。其实也还好，就看有没有爱而已啊。他可以选择不解啊，因为你解他只是增加野外闪的几率啊，但他野外闪就只有在空间裂缝里面才会有他，所以你可以选择不解他。这把都解好看的，干嘛？这距离也不行哇！来吃馊水，你再不进来我要丢你这个哦。欸，我丢这个抓就好了啊。掉3颗4颗。欸嘿，我又回来了。欸嘿，你回来了。大联盟投手投出第一球了。啊，还没，还在瞄，还在瞄。畜生球！啊，打到一只畜生。啊，完美，完美。耶，解完了。好啦，我们去打皮卡丘，不是打比兽，休息啦。那有10分钟欸，我们去装一只大量发生再休息。现在是大量发生时间，我们打完大量发生休息。
我感觉拳头打在肚子上很爽。等一下哦，注意到，还是闪没有移，没钱玩，看我玩啊，不然就自己赚啊，不然怎么办？五克一大堆，晚星会念我的名字了吗？会啊，刘康成。对了，拜拜拜拜。哇，完美完美了。还是你说我继续念错，要说你大量发生，不是很想去呢，我们去赚钱好了，这个先缓缓，下次再说。现在不想要看到他我的小心脏受不了刺激。我们打个金珠消消气啊。怎么失望的我。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呛哦，小心一点哦，不要惹到我。想睡觉或是刚起床的我是很凶的哦。啊，刚刚那只母克鸟没有录影，没有到录影间。不能跟夏马克分享了，哇哭啊！嗯，想要奇鲁利安的，因为奇鲁利安常出来，那时候没有还没有想要补课题，所以放过他很多次。我们去啊，那去找花园怪啊，找花园怪，艾瑞，先睡到晚上。我在想说，这样睡好像也不会生花园怪呢，因为我之前这样睡好像就没有出过，等等。隔壁耶，看一下。感觉繁星抓到闪已经无感了。没有啊，不会无感啊。只是那种平时野外常遇到的那些蛮无感的而已啊。遇到闪会很，当然还是会很开心啊。怎么会无感呢？不许你乱说话。就是常喝国士无双，喝到国士无双还是会很爽啊。奇鲁利安啊，就不是找花眼怪，是找奇鲁利安有欸。
被看到了，被看到了。拿食物勾引。来，妹妹过来。没有用。可恶！现在的小女生都喜欢什么？我是怕他跑走，但是要打他。哦，他晕了，他晕了，他队友晕船了，哈哈。没有啦，总是离开战斗场地啦。不要，不要跑。啊，他果然。没对我晕船，我对他晕了啊！喜欢无码 WiFi， 哎呦！可是我感觉他不是很喜欢我的 WiFi， 我的 WiFi， 我跟他讲，我消失在树里，你看不到我。那、啊、我会丢他这个啊？不行，因为他会蛇皮走位啊，我很难打。哦，中了哦，碎啦！来，过来韩老师这边。没有，我是说老师姓韩的话，可以跟学生说过来韩老师。过来老师这边。哦，还有12只哎，打到什么时候？哎、欸，不对哦，是不是有一只 NPC 他会放奇鲁利安，还是不是？我记错了吗？哎、欸，十月会不会放奇鲁利安啊？我知道他会放桑艾朵跟艾露雷朵，奇鲁利安会吗？躲在草一洞，有人砍，抓他！好了，这是最后一刷了，那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待会要直接去睡觉了。几乎打弄一弄直接躺平，阿明睡醒，睡醒，睡醒看怎样再来刷吧，感谢各位啦，我好晕哦，我的画面真的就在晃了，我以为我又会再赖床回去。然后更晚开台这样子，我撑住了。嗯，奇鲁利安，奇鲁利安，没有奇鲁利安。什么？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什么？之后没时间看了，怎么了？开学了吗？没事啦，没事的，没事的，我才不会难过呢，我才不会难过啦。啊，等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干，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尸体马吉，
你说什么泥炭台币没有啊？没看到，没有麻薯的。潜水的上岸了，哎，没事的，要关台了。好了，大家晚安，拜拜。